各位老板好，这是嘉盛啊。今天我来介绍的是挂历的 ATOS 的 accessory 啊，算是 OK。然后是 compressor 用的 ATOS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 model 是 KI-6206-K，它是 A die grinder 啦，走锋的 grinder。然后它不是普通那种 grinder，是磨东西的。RPM 一分钟有22千转，所以是很快很高。然后它是 working pressure 是90 PSI 啦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机是怎样的。然后这个是台湾的盒子有写，这是台湾做的，所以是肯定是 quality 的牌子啦啊。价钱不贵，然后是台湾做的，这种东西走风呢是很耐用啊，用几十年来买一只就是。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牌子，它也不大了，这只就是我手掌样子。然后里面有包买这个换这个币的两个 accessory，然后这个换头可以放更粗的进去，啊，还有细一点的，小个就会细一点，大个就会粗一点，它一样可以用，一样可以用，所以包买这个头是很好，因为很多机都是单单一个头，可能大只它就用不到了，所以你就只能找这样子的，或者只能找这样子的，就比较麻烦。然后这一架机你找其他的一样的。大只小只一样都可以进，所以很方便找它的 accessory 都一样很方便。然后一个包括一个 connector 的头啊，这一种东西就是车厂或者一些工作用到的，就是磨洞啊，各东西都没有问题的。只要这个币用到对，都是一样可以用。这种洞不够大，你要磨大一点啊，装东西进去锁东西都没有问题的，是很方便这种机啊。如果老板有用到、有需要到、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给我们知道了。这个是台湾的。OK，好，谢谢。